船只淡只过，我的水性也袂歹，我跳来找看卖。袂用的啦，等下，你安尼哦，天气这么寒，海水这么忍着，万一你也跳落，身状也缩起来，要安怎？我较少年，我来啦。你要跳了？你也会游泳？我会啊，伊边仔遐有游泳圈啊，我借一个我就会游啊啦。你去游泳圈哦？哼，那是要找人的呢。 不是要当遐游泳耍水呢，山去跳去，迄些个臭水味就去找人。你早游泳圈是要怎冲落去啦？反正我不管啦，你若坚持要落哦，我就来叫警察。等下啦。恁两个就无伫咧哦，你煞愈来愈大尾哦，哈，讲话也较老气啊无？你哦。 大皇帝，你给我逼到撞了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听你的啦，你跟你讲哦，这个真正灵灵啊，去啦，去车来，我遐只外套啦，我穿啦。哦，这嘛跟差不多，但是你绝对袂安落哦。好啦，讲话免遐大声，进去啦。哼，唉。 我这个师傅就这个徒弟了，啊！张志勤，哼、啊，那、啊、你真正是打不死的蟑螂的啊！哎、欸，你的命是有够大哦，啊！我命唔免大啦。 比你较大，都够用啊！不知死活唔正经啊，哈！无想讲你受伤啊，还阁想要教我拼，好吧？我是要替阿良报仇。 啊！东哥，啊，你不是已经我已经啊了吗？张志勤，你这只过街老鼠啊，准备叫人抓去拍官啦！阿龙。 阿良，你无死啊？当然，我无死。阿良，你淡薄囡仔，淡薄囡仔，你无死，啥无接转来厝的？你到我即摆才出现啊？当然啊，我无转来找你啊，我是一路啊。 一直跟上之前啊，我暗中咧保护你甲小姐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真欢喜，你安尼无死哦，我真正总欢喜。伊讲伊一工就爆炸的神啊！伊当然啊，人讲啊有败有保庇啊，当你危险紧张刺激的时阵啊，我。 当然，我即马安尼讲，你敢那听无我的意思，我规日变互你看啦。帝君，我阿良这世人，也毋是讲做过真侪歹代志，纯粹我有做，也是阮党个叫我做个啊。帝君，咱只恳求你，无比阮党个贪污代志，顺便甲伊个张志勤啊，抓起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电力磁铁。
饭来吃吼。今仔日最后机会嘛，无去啊。小黑，啊，你来找一下，紧走，这有炸弹嘞！敢讲你要陪我死去吃？紧走啦！啊，无你把迄个棍仔夹来，起来！小黑，你哪遐厉害啦？最后一次机会啊！比安尼，你有清楚无？我嘛好，安尼我即马拢了解啊。以后你若要甲我讲的，唔免用讲的，拢用笔画就看有啊啦，哈。我迄边拍电话消失啊，阿公哦，住几日见面去啊？计讲赶紧带笔来带人转，哈。当然，这风也了头，咱先回来泡一下茶，顺便甲地公感谢一下。这个我处理也不感谢。喂。